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灯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今天是我报考大拖拉机驾驶证的日子。哎呦，考啥呀？现在把我的证再升级一下。那先来试一下我哥买的车。拉风，哪个是咱俩？这个了吗？这个大了，我看着我俩这个真大呀。嗯，这个可大。那升级驾照不是开这一号车吧？就是这种啊。咦？啊？就是这种。就是这一号。啊。我还以为这抬杠嘞。就是这种啊，升级都咋样的？啊。嗯。这一号车呀，太大了吧！早知道是开这一号车，我都得考虑一下了。我太大了。你要是想不升级驾照，你就要这种大的，这小的你必须得驾照。那开这一号车腿得长点儿。不用，现在这坐着可以跳是吧？跟小伙儿一样。哦，就是高一点儿，他这得十来万了。这下来就十万吧。看着这个挂档有点复杂呀，跟汽车还不一样，我考驾照都觉得很难了。感受一下，真是太大了吧？不过应该也差不多，只是说它底盘比较高。是吧？底盘高，嗯，开着是一样。这档不好挂吧？好歹不好挂吧？不好挂。这不今天你说那个考那驾照啊，就开这种车嘞，啊，就是开这种。要不你坐来试试，你看这个比那小的坐的舒服。比小的还好开了。你开着单位负担。要对自己负责，要有证。对吧？跟开汽车差不多。这东西打着现在这助力的比那小车，哎，比那还轻嘞，你想。俺家那拖拉机都得使劲儿。拧那个方向盘，这个是档位，然后这个是高低，高中低，然后这个是前进后退，哪个都不用你说了，那是绿的。考三门啊，也得。考几门应该是上午，主要是那基本操作。比考驾照难不难？因为咱。村里边吧，有时候免不了会开拖拉机，所以说也得需要一些证件，这样比较好嘛。嗯。哎呀，姐，恁家这个车真得劲儿啊，比俺家那得劲儿多了。嘿，波波，你今儿我能考过不能？不能。不能。啊？不能，你。我驾照了，就这个车，以后这种车我都能开了。其实多个证也没啥好事儿，就是有点害怕。